我没有老领导啊，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。唐小姐，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，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唐小姐，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，他是我爸。你看。 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，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。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是。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。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？唐小姐，够够够，够够够！哎呦，哎，小姐，够够够，钱有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唐小姐。 哎呀，你说我二哥这一天忙的，什么东西落下？这些钱都落我们这，喂，欠你们27000是吧？这一共4万，3万还你们，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，你说说，这都揣着，咱都揣着，来，拿。唐小姐，哎，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唐小姐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。 维密咖啡厅，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别考虑了，再留下吧。 断工龄了，卖了。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，又是律师费，又缺布料的，我合计我帮他一把，我就凑点钱。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，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。 摸摸，摸完呢？我还想数数呢。啥玩意儿？你数数啊？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。我也没见过呀。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？现在吗？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，你是不是也不知道？那天这老二遇到难处了，我当哥的帮一把。 他现在翻过身，翻过身，钱就还他俩，行不行？来，给我！你们，哎呀，你抓住我手了！你握手了！来来来，过来！你握手了！你松手！你松手！你松手！给你！这么个，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老二那边缺钱呢，搁这跟我闹，你赶紧把钱给我。 这是个玩意儿，开门！哎，开门！不敢。什么？你不开，我着急送钱，什么？你不开啊？开门！不。孙淑芬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病了？孙淑芬，我跟你说，老二现在着急用钱，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不敢。我跟你说，孙淑芬。 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，但是我没打过你，这你承认吗？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肯定我得动手了。你把钱给我，你让人评评理，这钱是你的吗？那买个我供领的钱，你赶紧拿出来。这可怎么整？我最后问你一遍啊，拿不拿？ 不拿是不？来，咱俩啊，今天就这么耗上了。孙淑芬，你看你今天，我看你之前出不出来？你出来，今天我跟你说，你危险，你来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韦小宝又愁眉苦脸，装的一劲。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思绪，气道。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？膻中穴在哪儿啊？咋还膻中了呢？点子呢？这字应该是膻中穴。韦小宝道：“正是膻中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膻中穴。”你咋来了呢？ 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？那可不，这不为了我姐夫吗？小样儿，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？我一直都挺帅，刚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。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。 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，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，那咔咔的都得起立。为啥呀？崇拜我呀！老谢，啊，一加一得几？二啊！哎，别说啊，这人变帅了以后，这智商还挺高呢。是不是啊？<笑> 你这啥意思啊？那上来螳螂一口呢，你这得负责啊！负责就负责呗。这设计的真好。哎，再好也没什么用呀。啊？这怎么能没用呢？彭先生，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，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？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？啊。 哟，你咋来了，嫂子？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，拿去换布料。嫂子，我大哥不是说你舍不得我吗？可别提了，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，那咣咣砸门，鞋底都烧上了。你也别怪嫂子啊。 理解理解嫂子，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这肉一宿够了。给。行，嫂子你这话有点……哎呀，你可别说了，快去买布料吧。 别让我再看你这钱！你没没没，再捂一会儿。哎呀妈呀，咋的？哎，是我大哥喊吗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老二，老二，老二呢？哎呦，咋了，大哥？老二呢？ 在打板子地儿呢。谁呀？咋的了？老二啊！哎呀，你喊啥呀，大哥？好消息啊！啊，这不我那钱吗？啊，是啊，嫂子呢？你行啊，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。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？不是啥好消息啊？啊！哎呀，这好消息啊！你现在牢狱之灾啊，可以免了啊。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，罚点钱，罚点钱呗，这不是破产免灾吗？是吧？你这事儿啊，你得感谢我弟妹，没有我弟妹，把人马教授请来，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？这事儿，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。别，你别整我鞠，那嫂子给我拿钱，你给嫂子鞠一躬。我鞠躬是我鞠，你赶紧给我鞠，你给我鞠一个。哎，马教授，我说的没错是吧？基本靠谱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太感谢太感谢。哎呀，那我就。 哎，走吧。哎，鞠躬啊！给谁鞠躬？我呀，滚回去！你不啊？金熙啊，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，但秦升不撤诉的话，锦宏用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。
那么黄黄菜都凉了吗？唐大哥，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是吧？现在还剩9天，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这不是。锦溪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但你得清楚，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，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。相反，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，法院判决之后，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。 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，但目前只能如此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星城锦湖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，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，停业整改，并判处罚金10万元。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，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，违约拖欠数笔订单，最终锦鸿泳装厂资不抵债，破产了。哎，锦溪啊，有个事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，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，聊收购锦鸿泳装厂的事儿。 你先缓缓，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。等你缓好了，来一下我办公室，我给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，好吗？你没完了！我跟你说话呢，没完了！你是不是拿老人家不识数啊？哎哎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小时候不这样叫兔崽子，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？ 我娘，我弟弟有素质，不敢打你。我啥都没有，我不敢打你。谢谢。大哥，我要是你，我也想打我。但我得说你两句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怎么还虎了吧唧？这傻逼方，你在这儿打我？你抓我来，抓我。姐姐，其实触犯产权法的。 锦溪啊，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，是因为有你，才有了今天的琴声，是你成就了我。喜欢呢？我也挺喜欢的。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厂子还有设备给我，
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。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，感谢。感谢我干嘛呀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我呀，就是一个教训。希望秦总呢，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。希望你走正道。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，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。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，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，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。 我琴声好了，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。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。最后我再说一句：星城泳装走向世界啦！ 就是这样，起起伏伏的。 你看这浪花，高高低低的，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呢。你说，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，不也给我拍死在沙滩上了？说啥死不死的，多难听啊！这不就是休息吗？ 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，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。哎，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泳裤的时候，咱俩老在这船底下待着吗？你看这海，你看这沙滩，感觉他们啥都没变，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。 我可没老，确实年轻。哎，我是应该平静平静了。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，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。那不能，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，咱们永远都有机会。 卧薪尝胆呗，是吧？哎呀，行啊，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，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，多好啊！这些年净干活了，哪还不享受生活啊？咋不会呢？咱们去那个威宁。 喝杯咖啡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好。秦总，
货都做好了，质量没问题，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，运到意大利交货。好，这批货物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，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。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，你们能过来，我特别高兴。 那些新的做泳装的，我一个都没叫。勇哥，这么大的桌子，这么多的菜，就咱们几个，我一点不觉得少，因为老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，我把他叫来了。前一段呢，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，但那不重要，方都过去了，咱们得往后看。 对吧？和在座的各位也是。前一阵儿，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，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，所以呢，今儿把大家伙叫过来，我先打个圈儿，表达一下歉意，好吧？蓝为民，我先走你这开始，干一个。我纠正你一下。 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，我想，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？佩明，我跟你喝杯酒，你跟我提这个，不说，喝了再说啊！来，喝不了。你喝不喝？ 喝不了。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？我可以不干，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咖啡厅。二少。嗯。 来，我敬你一杯，嗯，这酒得喝，是吗，三胖？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。那什么，我有事儿，先你忙去了啊。三胖，嗯，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啊，我想陪你去办事儿。 秦总，那个你也知道，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，是吧？这酒也不能喝，我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，是吧？能来就行了。那啥，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，那个您先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咋了？你是也糖尿病啊，还是高血压，还是啥呀？ 谢谢啊，秦总。凤儿，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，变成老油条了，胃不饱。那些新的都特别好，明天我就组个局，让他们来陪你吃饭，陪你喝酒，好吗，凤儿？来。 咱哥俩合一个，啊！哎，吃口菜压一个啊！金总，哎，我这段时间没在啊，嗯，我有句话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。咱俩有啥不能说的？说。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哈，我就想吧，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，强强联合。
没准还能更好，也能少点麻烦。叶芳，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。 特意打的电话，然后你来了跟我说彭锦熙，你是喝多了来的呀？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吃饭喝酒，你坐这儿，咱是哥们儿，咋喝都行。你要是想说彭锦熙，你就走。 我告诉你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我谁都不需要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自己照样吃，照样喝，我差这个吗？没事儿，包括你，严芳。说。 大哥，这咋弄的？这是，我也刚刚到，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。不，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？这都啊，海边都烧没了。哎，大哥，你跟他们说说，你让他能抢点，是点吧，要不就完了这厂子。谁能进去？不要命了呀？完了，真完了。哎，齐声呢？不知道。 先在这个情况，你们必行上还有啥用啊？那我们大家伙不把一缸了吗？这是个意外，他们大家伙不把一缸了吗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一百万也不拿，还是交货了？十倍的违约金，再加上这把大火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干一，真痛快。锦裳，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。这样，你先去配合调查。 行了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，都别围着了。锦熙啊，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，我心里都知道。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，
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。我这怎么帮啊？这个，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，更重要的，是咱兴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。锦溪，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，如果你愿意开口，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，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。俺给补上这个事儿，我给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？为啥呀？现在呢，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，供不上。这不是一个厂，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。你说这个事儿，咱们货供不上了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，这很丢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脸。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，知道有难度，不容易，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，就得做好，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。行，我觉得二哥说的挺对的，你就说咋干吧，我们就咋干。歇会儿吧，媳妇。嗯，好。你看这个新货，二哥，这是老林家的一万单啊。你看咱还差多少？差多少？真假的？真的。齐了啊！啊？哎，咱把货给补齐了啊！哎呀，这行，这可是不容易啊！啊，老二。啊，哎，那个啥不行，怎么了？我刚才打电话问那个海运的事儿了，那不赶趟，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二十多天，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？那这不白忙活了吗？九皇后啊！那不行，弟妹，运输费老贵了。之前我们家出。行，有媳妇了，哈哈，咱们卸货来。那个，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，谢谢你啊！你等于是帮了兴城泳装人一个大忙，当然也包括我。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，看来景洪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。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兴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。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，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我照着的是你，你照着镜子的是我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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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慢点，慢点，爸爸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爸爸，慢点，儿子。
想吃冰棍啊？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！啊，给不给奶奶、姥爷、小姑他们带点啊？带点哈，行，孝顺哈，儿子。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，这都胖啥样了，跑个费劲。这不像你吗？像我？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？你是不是随爸爸？来，爸爸抱我来。 抱我！嘿，嘿，嘿！我说这儿子你啊，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！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。你还笑，就你妈给你惯的啊！我现在这么抱着你，我和你妈老了，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？抱啊！抱啊！好。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，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，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，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，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，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，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，星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。 这就是我彭锦熙，一个小人物的故事。今夜星光灿烂，今夜灯火通明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，特别的激动。锦熙呢？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，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，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。 我真的是看错了，锦熙很了不起，聪明，有头脑，看得也很远，是吧？我相信，在锦熙的带领下，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。鼓掌。你爸太能干了。我呢，还有一个事啊。 罗先，啊，跪下！嗯，跪下。瞅啥呢？跪下呀！妈，哎呀，你呀叫妈是应该的，但稍微有点早。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？啊，你心里没个数吗？ 给我钱！哈哈哈哈哈！上边待会儿，我要是你，我就都给了。来，儿子，哎哎，给我，你看，坐，哥，哎呀，文明来了啊，来，这东方里面坐吧，快点。 你小子真是，起来！起爷来！你在这惹你爸生气，完犊子！不是你听我跟你说，刘叔，你就听我的。不是，听韩一句，你给我点面子。不是我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他现在求婚呢。跟谁呀？跟大嫂，跟谁？哎，秀，没看着啊！ 快起来！起来，答应没答应啊？笨呢你什么？ 都让你起来了，你还说那么多废话，完蛋了！哎呀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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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罗叔，你这有啥想法啊？咋的？他这，还叫扯淡啊？叫，你说两句呗。哎，对，跟我说我就说一句。来，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，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，咱庆祝一下。来，你喝酒。咱们一起干一个。来，有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像月光，像微风拂过窗棂，让你安睡在梦里。终有天你会去往远方，遇见更多人像我一样，把你的生活不停照亮，然后映入人海夕阳。终有天你会去往远方，或许也变得像我一样，但愿把自己化作阳光，另一颗心上新的梦开始自由。岁月走去，换你青春记忆，我愿不经意忘了自己，换你一生坚定不移。不必寻我在喧闹人群，我只是众生之一。像月光，像微风拂过窗棂，让你安睡在梦里。终有天你会去往远方。